了哈？没有啊。哈，没有了，那倍儿气儿啊！这不是今儿天天的，我说不见晚上停车吧，停上咱俩都倒一着了，这都夜车啊。估计一二百块钱吧。一二百块钱。阿姨吃饭了，饼吃饭了。这全是娇气的哈。家境对吧？然后王丽应该也能讲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这是第一回这违停这包停，真的。太倒一了，我想了，再这样不多倒门，咋的？停了又出来就走了。谁知道十分钟时间不到，他就停车了。走吧走吧，已经停了。走吧，该吃饭吃饭吧。浮夸，乱停车嘞！你交警就给你填了个题儿了。谁交警？交警就是警察。哦，警察。嗯。出这题感觉出了远呀，瞧瞧都小概率了。一身都不远呀，干啥质疑了是？不远，走吧。乖乖的讲讲题儿。走吧，填了题儿就讲讲题儿吧。我也教不到，礼拜天了，我今年都休息了是吧？到周一了是吧？我依然写了停于三日后十五日内。是啊。到交警大队。我觉得咋这还没有十分钟嘞，太神似了。丢人了。嗯，太丢人了。真丢人。有停车看得注意了。这就是好气儿买教训啊，这教训一辈子都记着了。博涵记了没？博涵。记。记得咋该吃饭吃饭呗。我操！你就一直都不生气。我生活气了，已经天天生气，还会给你补回来。以后注意这事儿吧。那会儿还无聊的急了，这一说给到两个说服了气了，也不说急了。下手机就下班了。啊，不用吃饭了，中不中？中。不吃饭的两个中不中？中。露着太阳下大雨啊。嗯。一身上油气没有了。我以为你不在乎了，不是也在乎啊？切，你当然都是这样。已经天天的，就是我也别说了。